当当当当！如果大家今天要储值的话呢，一定要输入这个创作者代码 GINSS。帮主播输入一下，不要输入侠客的，输入主播的。侠客的那个已经赚很多了，输入我的就好了。两人是不喜欢输的感觉嘛，对不对？不能输侠客的粉丝啊！这个我要有点特色，我们字体哦，清晰明体。哇，完美，非常的漂亮。哎，靠腰，东西。字体好丑，检举了，妈的，把你遮住，熊文安。他可以直接停球，我是这样子。少年悍将，动起来啊！少年悍将，悍将 ，Tiga 悍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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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洗白悍将啊！傻笑哦，好了，还有进啊！这个雅雅想藏球，你可以把我藏进去吗？少年悍将是童年啊？请加。话说你们应该都有买通行证吧？这个通行证再加上这次更新，他几乎每天都刷一个任务给你。虽然每天都刷给你哦，但是这个刷新任务你一个礼拜还是只能刷50。这个是一个有点需要去改动的一个设计吧？你每天刷一堆任务，然后一个礼拜只能改5个，靠腰。学生寒假作业都写不完了，要接你这该死的任务。泡你了，老哥！哎呦，哎呦，加油！哎呦啊！对，现在游戏就是这样玩，底线位呢看下去，大招看下去，嘿，进球！刚看了新影片，看来不花点钱是没办法让主播玩雅雅的吧？这真的是没办法的。我今天很想玩鞋柜给大家看，可是观众要我玩雅雅，那我就只能玩雅雅了。不杀啦，我把你关掉就好啦，这边比什么导战，傻屌！我把你把它取消掉就好了。哈，没劲，哈，傻逼！看一下你哪里人，多少杯？传奇吗？你有传奇吗？铜牌，统一因为比我倒在韩国人。不要以为你们那边女生长得漂漂亮亮就可以这样子哦、喔，20000杯比侠客还低，侠客都比你强。队友在叫继续挂网没关系，队友就继续挂网。怎么玩普利莫都会变电脑啊？什么诅咒？肌肉魔法使哦！新年快乐，答应我不要骂人好吗？用爱感化他，要多爱是要有多爱，够爱吗？呜呼！我们这个配合太神了吧！哇，完美！我实在是不知道这把要怎么赢。哇，我这个弹大招很有水准哎，就是雅雅王嘛，帮队友断一个，这个大招真的很有水准。本藤是吧？不急啦。为了你，我买这个海怪克拉肯，今天来当一个神鬼奇航。奔腾其实是一只很好上的角色 ，OK 啦。现在多元化社会哦，我是很支持你的形象啦。既然你要上这种无情的机器人，我没什么意见。真的是没有办法玩这种太强的角色，这一直引着一排绿的，一排绿的真的很不适合我。卡八百吗？这游戏会卡八百？我来看一下，八百墨迹师，看我玩一把你就知道八百要怎么玩的。我们首先要先分析对手是什么角色，来，对面是范狂牛爱的家，我们这边是什么？邪鬼。
那这把怎么样？这把没救了，我可以打下一把。分析是很重要的。OK， 正如我刚刚所说的，开场的分析是很重要的。当我们今天玩了一只莫迪斯，看到对面艾德加范又是狂牛的，这把呢其实就是可以赶快让它结束掉了。这个在股票叫做止损啊，赶快脱手，因为你赔了 10% 你之后要赚 20% 你才可以回来。就我们赶快输掉这一把，用更快速的时间把你输掉倍数赢回来。健身小教室，下期见。太快了吧！然后他还有大的 bug。老兄，你开场白给啊！他们有罗洛呀，打慢点啊！哇，卡枪！进了吧？失态了，我刚才笑声都失态了。这不就赢了吗？来，范你打多少滴血？范你打多少滴？开场在那边第二局打拿攻击打我，请问你打多少滴伤害？比呀、啊，来比呀、啊！一万六都没有，在那边开场给我比攻击打我，看一下 MVP 谁好不好？三九六一八五杀三死，你在干什么东西？范啊，你吃年夜饭了你？OK， 这段剪掉，明天精华不会有这段。往前啊，往前！哦，哇操嘞！击败了！哇哇，好薄！我靠！哎、欸，回来回来！哎、欸，作弊！哎、欸，那我这样子的啊，偷开极限威能，有种不要开啊！哇靠！啊，好像要拉一下攻击，没反应到。你看他拉的。在比我倒炸啊木桶，多屌！你跟那个饭有什么两样？你们两个一个饭，一个木桶，加起来就是饭桶。我！靠！看这什么白痴，白痴极限威能，最好可以这样子开场，你根本就没得打。他开场这样子硬踹，最好有得解啊！智障就行。别收集了，哪有工程师？什么配件来 combo 一下 ？OK， 空气一百分。哎呀，好痛！我捡吗？我捡好了。最爱捡球球。小哥哥最爱捡球球。
challenge accepted. 哇哇靠！还踢回来哇！什么啊？为什么白痴机的极限威能，好不容易躲过一次，他又再踹一次？哦，又挂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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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被禁了，还给我往后踢球 combo， 要不要这么帅？有必要吗？热踢不会。好啦，今天就打到这了，明天。